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注册哦，真的超简单，不啰嗦。那怎么用呢？来，点进来之后，你看一下右上角有没有一个叫做免费注册？有。你想不想付钱？不想。对，那你就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了。把 email 打进去，然后呢，输入你的密码两次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会寄认证码给你，好吗？好。OK 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下次你自己要记得哦，你不要账号你也不记得，那就完了哈、哦。好，账号要记得哦。你自己记得啊，你自己记你自己输入的 email。所以如果你 OK 的登录成功，右上角会出现你的那个账号，好，这样就可以。因为它一定要有一个账号才办，如果你今天要放在网络上的话，才可以发布出去。OK，OK，这样没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